小柔姐，这儿。秦哥，护士长他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他现在烧已经退了，心率也平稳了，但是出于安全考虑，还需要住院观察几天。护士长，我朋友他有红斑狼疮的病史，这次晕倒会不会？放心，他就是过度疲劳，加上低血糖引起的心率过快导致的晕厥。 白琪家，你跟我出来一趟。白琪家，我就直说了，我不管你跟你之前的女朋友到底是什么关系，从今天开始，离秦哥远一点。如果你再让我看到你在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，我告诉你。秦哥，是我很抱歉，是我没有及早发现他的病症。对不起。你跟我说对不起干嘛？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八年前秦哥为什么放你鸽子吗？我告诉你，因为他得了红斑狼疮，因为他差点死了。好了，薛周姐，你跟他说这些没有意义。白琪家，我告诉你，你根本不配跟秦哥做约定，像你这种男人。 该被放鸽子，就活该。